OK， 今天我们来试吃两款来自台湾的干拌面，据说非常的好吃。一款是詹姆斯出品的沾面，而另外一款是老妈干面，这里有两个味道。OK， 我们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 ，Let's go。香啊，是不是很香？味道特别的香，它这种香味是把芝麻油和花椒油混合在一起的这种香味，闻着流口水。我来试一下吧。它的面条是这种宽面，嗯，好好吃啊！一入口它的麻辣充满整个口腔，但是我感觉对我来说稍微偏淡那么一点点。对于我来说，它只有稍微那么一点点辣，如果是咸那么一点点，它会更加完美。OK， 下一个，第二个也是老妈拌面，葱油虾仁味。虽然这里面没有虾仁，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是很足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吃进去以后就是满嘴的葱油味，哇，真的好香！这个面条我好喜欢，非常的筋道，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。好吃啊！这款咸香更适中，如果不喜欢辣的朋友，这款可以试一下。第三个沾面，川麻拌面，这款没有前面两款那么香，但是这个味道好像是干面，我来试一下吧。这款它有一点点的酸口，然后我还是觉得咸香还是不够。川麻拌面，但是一点都不辣。OK， 已经全部吃完，那其实三款都蛮好吃的，但是也没有网上说的那种特别的惊艳。不过它真的是很方便，一煮一拌，马上可以吃，总比吃方便面好多了。O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击关注、订阅还有转发、评论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